行驶前车辆安全检查，检查轮胎磨损有无异状，检查底盘有无漏水漏油，有无异物。车辆四周、车底与轮胎逐一检查。检查轮胎磨损有无异状。以两段方式开车门进入驾驶座。开车门前，左右查看有无来车、行人。拉开车门，侧身进入驾驶座。眼看口送，指出仪表板检查项目。调整座椅前后距离。调整椅背倾斜度，检查头枕位置。正确系上安全带。检查手刹车拉紧状态，确认档位在 P 档位置。试踩刹车，检查有无异状。检查两侧后视镜在最佳位置，调整车内后视镜，踩紧刹车，开启电源开关。此时仪表板内各警示灯号均会显示，并眼看口送及指出仪表板检查项目。温度指示灯，油量显示表，刹车系统警示灯，充电系统警示灯，机油压力表警示灯，踩刹车启动车辆引擎，无异常，警示灯会自然熄灭，并检视引擎转速表。显示左方向灯，踩刹车排入低档，松手刹车。起步前转头查看后视镜，并注意前后左右有无障碍或车辆行人。显示右方向灯。进入路口先行停车查看四周有无来车。前方路口左转30公尺前显示左转方向灯，查看后视镜，再转头查看左侧，确认无车辆，确认对向无来车，再进行转弯动作。显示右方向灯，做路边临时停车动作。查看后视镜，再转头看右后方，确认无车辆。回调方向盘，慢慢靠右。停妥后排 P 档拉手刹车，起步打左方向灯，左右转头查看，确认无来车，再慢慢汇入车道。
前方路口红灯，先松油门减速，轻踩刹车停车。如前有车辆时，应保持能看见前车后轮的安全距离。起步必须左右摆头查看有无来车或行人。通过绿灯路口，应减速左右查看有无来车。前方路口左转，30公尺前显示左转方向灯。查看后视镜，再转头查看左侧，确认无车辆。确认对向无来车，再进行转弯动作。禁止跨越双黄线驶入对向车道。通过路口应减速左右查看有无车辆行人。通过路口应减速左右查看有无车辆行人。通过路口应减速左右查看有无车辆行人。前方路口左转，30公尺前显示左转方向灯。查看后视镜，再转头查看左侧，确认无车辆。确认无来车，再进行转弯动作。通过路口应减速左右查看有无车辆行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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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路口红灯，松油门，轻踩刹车。前方路口左转，30公尺前显示左转方向灯。起步必须左右摆头查看有无来车或行人。查看后视镜，再转头查看左侧，确认无车辆。确认对向无来车，再进行转弯动作。通过路口应减速左右查看有无车辆行人。如前有车辆时，应保持能看见前车后轮的安全距离。路口30公尺前显示右方向灯。
起步必须左右摆头查看有无来车或行人，查看右后视镜，左右转头查看，确认无车辆，确认无来车，再进行转弯动作。禁止跨越双黄线驶入对向车道。路口红灯松油门，轻踩刹车。你的视线要能看见停止线的安全距离。起步必须左右摆头查看有无来车或行人。前方路口左转，30公尺前显示左转方向灯，确认无来车，再进行转弯动作。显示左方向灯，查看左后视镜，转头看左后方，确认无来车，微调方向盘，变换车道，变换车道后关闭方向灯。前方路口左转，30公尺前显示左转方向灯，路口红灯松油门，轻踩刹车。停等红灯时，车辆前显不可超过停止线。
你的视线要能看见停止线的安全距离。起步必须左右摆头查看有无来车或行人，确认对象无来车，再进行转弯动作。如有道路施工或违规停放车辆占用车道时，显示左方向灯，确认对象无来车，再进行变换车道动作。再显示右方向灯，回到原行驶车道。显示左方向灯，查看后视镜，再转头查看左侧，确认无车辆。进入驾训班时，应注意出入车辆及学员。车辆通过起终点即可停车，停妥后排 P 档拉锁刹车，关掉引擎，解开安全带，右手开启车门，推开车门约10公分，左右转头查看有无来车及行人，确认无来车与行人，再推开车门。